农历春节大年初三，您有去哪里走走吗 ？TVBS 实际来到台北市信义区，发现有不少人都来到影城走春，人潮络绎不绝。从戏院到外面的香堤大道，这人潮几乎就跟平常一样。买票民众排了长长人龙，大家这天睡到饱后，决定来看电影。我睡到11:30，啊，有够吗？超够了，真的超够了。因为《灌篮高手》啊，哦，对，因为我们要来看电影。我二刷，你二刷了？对。为什么那么爱《灌篮高手》？啊，从小看到大，第一个认识的球员就是樱木花道，一定要来看一下。即便二刷，还是要穿着球衣看才有感觉。只是不少人都说，过年的台北就像空城一般，民众可不这么认为。往年会这样啊，今年不一样。怎么说？今年人潮还不错，然后开的商店也比较多。不会啊，蛮热闹的啊。对，蛮热闹的，因为就在这边待了这么多年，其实一直来人都蛮多的。这边就是大概初一之后都人还蛮多的。对，今天看人潮也不少。往旁边一看，用餐区也坐满人，大家吃东西填饱肚子也杀时间，等着放映时间到。毕竟除了《灌篮高手》回忆杀，还有贺岁电影。被拔黄，心理准备了。在国片《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》大展好身材，炎亚纶演圈圈，跟钟欣凌谱出特殊情感，但大荧幕上看她不只有春节。感觉你欠揍了啊！走，报警啊！我现在是警察。光汉的角色在这里面骂脏话骂的蛮凶，其实在对戏过程有点想看。惊喜客串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，炎亚纶跟许光汉有超凶狠对手戏，嘎的这一脚也是剧情发展关键。在两部片展现不同魅力，让粉丝从过年前看到过完年。TVBS 新闻吴俊宇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